明明的，桂花明明的，九九，我搞完。那我想呢，刚刚市长有讲的，所以我们从这一次开始，我们就要登记了，不用怕。谁没有来，谁有来？简单，不要迟到，不要早退，不要请假，那你一定就是排在前面。哦，不要说哎呀，我做一做技师，那我就拍拍屁股就走了。哦，那当然还要看到说我们在上课，我们到底学了什么。哦，不管你今天是刚来或来几次，今天我们煮完卤肉饭，每一个人要摆盘出来放在你的桌子上，我要请总干事来看过以后，我们才可以开动这一堂课开始。包括上礼拜那个洋葱，老师都是切小丁。我想我们有从早上九点到三点的时间，那我们为什么每次都提前？因为你猜都随便给我切。好，切丁就切丁，切块就切块。那我想呢，这个叫刀工，很好吃。但是很好吃，我们要大家做分配。好，怎么样把你这个卤肉饭做出来就很像我们去到饭店在吃？我想卤肉饭有人一碗卖到100块，也有人一碗卖20块，也不人家也不想买。我想你看哦，老师，刚有一个同学说啊，老师这个尴尬的卤肉不是肉燥，我们上次是意大利面哈、面那个肉酱对不对？我们今天是卤肉，卤肉呢它需要有一个口感厚度，所以呢我们等一下要差不多切差不多1公分的宽。先示范让你看一下，如果1公分，好，因为呢这样子的话呢，它出来的话它的口感会比较好吃。好，1公分就差不多这样的宽度。我们是要卤肉饭，不是肉燥饭。肉燥饭的话就是绞肉就可以了哦。那卤肉饭你要让客人吃得到口感，看得到，哇，这个就是五花肉。好，其实哈，我们以前觉得瘦肉比较便宜，其实像五花肉。比较贵哦。那卤肉的时候，你有带皮，它很 Q， 而且皮有胶原蛋白，对不对？这叫什么？啊，炸豆腐，应该叫炸豆腐。还有呢，我们要用酱油，用糖，还有呢，用那个香料。卤肉一个，一般我们要加的糖，你不要加那个什么二砂的，还有那什么白糖不要。为什么？因为冰糖的口感跟其他糖不太一样。尽量切细。为什么你要卤东西的话，我们是不是要让它糖分能够快速的出来？很难，因为这个如果是有冻过比较好切。没关系，那个骨头拉下去没关系。先把它切。哎，你怎么知道这个？啊，是台湾的。的时候真的不行的时候，做个取舍。我这个不需要，虾补啊，虾补，印尼的，这个是要买的，这印尼买的吗？来试试看，来，家里的哦，家乡味道，可以练出口的呢。我们要先把洋葱下去哈，稍微让它软一下，洋葱稍微让它软一下，我们再把肉放下去。